美样的一半塞进来就是他体重。哦，真的哇，真的。好，我们首先让这个乔恩和乔任梁两位来先挑战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你先可以掂一掂它的大概的重量，然后我们再开始计时，好不好？掂一掂，掂一掂，大概掂一掂啊。小心腰哦。哇，好，大概记住啊，这个重量，待会儿你再去抱那个篓子啊，你就知道啊。其实什么？其实它不重哎。其实它不重吗？轻哎。哎，我公主抱试试看，试一下，但是来，我建议后期把那个乔任梁 P 成粉色。走，哇，还是重，还是小心小心腰，小心腰。不行，好，算了，我来吧。好吧，准备好了啊，好，预备，两分钟，计时，开始。哇，这个看着又好重啊！哇，哎呀，大西瓜，乔拿米，拿米，对，哎呀，哎呦我的妈，哎呦我的妈，哎呦我的妈，米可重了，乔，拿着油啊、书啊，重量大，我不能提。哇，好有劲，这个头好像一个榨汁机。看起来框比人沉了，人是活的，那个是死的，你还得带着。那个旁边有那个把手，不是，敲，不是，不是，它也太轻了吧，它只有一袋米的重量。人活着就一袋米，乔恩，乔恩，你相信我，你相信我，他这样一个大男人，一袋米，两根黄瓜，几个茄子，一根胡萝卜，就是一顿饭的事。对啊，这个南瓜来来去去的，你是要把它清炒了不？不，你听我说，乔恩，你抱他和抱我的姿势不一样，所以你是用手指拎他。对，不是，乔恩，你听我说。乔任梁，你也不能。哎，对对对，哎，旁边有那把手。不行，你又蹲下了，根本抱不起来。对，你这样，你蹲着抱一下乔任梁，看看。这是个什么环节？对啊，你肯定不行呢。蹲下是抱不起来的。现在时间过去一半，你是这样，哎，乔任，你这样拎这两个东西，拎完，这里有一个，对，是不是？然后再拎他耳朵，拎他耳朵是一样。对。OK， 你看是不是，这样感觉？明白了，明白了。OK 吗？还没，快差很多，对不对？还应该把那个猴儿也放进去。一手一个，又一袋米。好，快再来试一下。那个猴儿没用，没有重量。准备，五、